大家好啊，我是小新，今天没有订单，给自己做一个网红披萨，778，100平底锅就能搞定哦。首先拿出明天就过期的吐司片片，用大刀把它切成小条。再切成小块备用。这样你就得到了一盘吐司碎碎，披萨的灵魂就是碎来一大盘。再准备一些玉米粒粒，还有一大盘午餐肉。午餐肉切成条条，再切成小块。准备几个公鸡蛋，哦，四个差不多够了。公鸡蛋全部打入碗中，搅和搅和，搅和均匀就好了。记得全程要用小火哦，要很小很小的那种。记住财神，点火，上平底锅，倒点油油，下玉米粒粒。把玉米粒粒炒熟，下午餐肉，哇，好香好香，流口水了。下吐司块块，然后把鸡蛋液淋上去。哎呀，没搅拌均匀，还是直接打吧。把午餐肉铺在上面，玉米粒粒也铺在上面，最后撒上很多很多的芝士碎碎。盖上锅盖焖一会儿，当当当当，真的太香了，康康是不是很诱人的感觉？最后一步了，挤上满满的番茄酱，用大刀切一块来尝一尝。有面活儿了，感觉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。兄弟们，赶紧学起来，我先去吃了。爸爸有什么想吃的，可以留言哦。